配，交配。哦，交配，交配，交配，应该没有对到好。啊啊！完蛋，没拍到。那个白白的左上方啊，那两只现在就在那里啊。他们在抢东西吧？哎呦，好酷啊！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他架设在拍。其实他左边还有一只，把它飞起来，飞走。这什么鸟？游隼。游隼。哦哦，很漂亮哦。漂亮哦，那水哦。哇，出来了。今天风还是有点大，然后还是有一点冷。大概21度吧，然后难得天气不错的时候，好像也蛮多人，不知道没有人来拍游隼，哦，好像没人，然后海边风还是太大了，都没人。好，反正我就大概来晃个一两个钟头，等点看吧，先找一下有没有在家再说。是什么？游隼。游隼。他那边有写。哎，有写啊，游隼啊。好特别啊！视力不是1.5吗？快步哎！哦哦，有白色的那里啊！啊，看到了！哎呦，看到了！我看到了！哎呀，对啊，白白的那里啊！它长鸟的是眼睛要很尖嘞！在这里吧！来来来！啊，有！那个白白的左上方啊，那两只现在就在那里啊！他们在抢东西吧？你看这里就是了，因为他们现在不一定会在巢，他们巢穴在这边，不一定会在，啊，这时候不一定会在家，对，要看运气。好好，一般五月来说比较好。五月它，大概1-2月这时候交配完有没有？然后3-4月孵化，5月来的时候，那小游隼会在边飞，哦，那时候就蛮多人的。然后这一只刚好在进食。哦，对，哎，你看，哦，它现在没有在吃了。哎，哎呦，好酷啊！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它架设在拍。其实它左边还有一只，把它飞起来，飞走。哦，我有看到了。2400mm，现在这边用3600就太近了，太大架。3600mm，这有对到焦吧？这手动对焦的罗马应该有，看起来还蛮漂亮的，那就好。F8，这3600，这个风一吹，整个画面都在晃。2400mm，这边啊，哎呦，我看到，看看那根柱子旁边啊，有，轮板看到了吗？你现在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很漂亮吧？它的巢穴在那里吗？对，还有可能。对啊，比你可爱很多啊！是，谢谢哦。不会不会，五月的时候可以来。五月它是小 baby 在刚会飞的时候，就是这群这边就一直在飞了。好，谢谢哦。不会不会，是啊，因为有一只老鹰飞来了，可以再看那只老鹰。请问小应该录1080，然后120fps 的，这样飞起来才漂亮嘛。录1080，120fps， F8，快门125分之1秒 ，ISO 20000。拍到吗？那边。哦。对。他站在那个他巢穴上面那边，哎呦，很清楚哎。
那现在只剩一只，另外一只刚刚飞出去了。哦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哦。哇，哦，它脚酸的，脚酸的，酸一只脚。对对对对，它经常站太久就会这样子。耶，不错。它已经站了快半个钟。是啊。五月来会更精彩一点。它小 baby 会在这边飞。小 baby。对，它现在还没有交配，所以现在只有成鸟。这是隼，对不对？对，有隼。哦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哦。可以借我拍吗？可以。好可爱的。啊，有一只鸟哦。对呀，隼啊，隼啊。1080 120 FPS， 你给我飞出去，我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一般是往这边飞过来嘛，好。哎，这么漂亮哦、啊！看到在那边有的白点在那动。那个、哦。对，它有点上面了解白点。哇，它有两只，现在只剩一只在家而已。哎呀。嗯。这什么鸟？游隼。游隼，哦哦，很漂亮哎，漂亮哦，那水哦，哎呦，还转头转来转去的。对啊，不会不会，五月的时候可以来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托你飞起来啊，我想回家了啦。今天不用交配，今天只要那个，今天只要飞起来好不好？没有阳光了。哦，回来了，还是飞走。回来回来回来。哇，哦，冲刚才在我头上冲好快。哦，出来了。他等下冲下来应该是往，会稍微往左边飞吧。然后现在等效交杆是2400 mm， 我要再往左一点，要抓他冲往左下角冲过来的那个路径。这只看起来比较胖一点，这只有可能是母鸟。我是觉得这只比刚才那只胖啊，有没有？整个胸部跟腹脚这边比较粗壮一点。出来出来出来，我刚好看到，哇，刚才位置抓得不错，说。交配交配。哦，交配交配交配，应该没有对到好。交配交配。交配交配交配，应该没有对到好。交配交配，哦，交配交配交配，应该没有对到好。1080 120 FPS， 交配。然后另外一只公鸟飞哪边去了？再来一次吧。抓这个位置，再来一次。又来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公鸟又来了，啊，公鸟跑去吃饭了，这下主要去拍公鸟吃饭吗？母鸟在这边等你了，你就要跑去吃东西，哦，气人，这时候很冒险，我不要拍公鸟吃东西了，我如果去拍公鸟吃东西，它回来交配的话，我镜头来不及了，它飞了，快飞了，它有抓东西，那里。早上有抓的东西。哎，它有抓东西。对，抓回来吃而已。哎，有小鸟哎，有比较小的。还没有，这只是公鸟，体型比较小一点。哎，它羽毛都在掉啊。没有，它
抓，当你抓一只，它抓到猎物，大猎物，它现在会先帮它拔毛，才会吃它的肉。它在给人家拔毛，对，都会。它吃饭之前都会有翅膀一直被它。它有在。它刚脚上有抓。你等等那个公鸟再飞出来就有机会。你刚都没有看到那个羽毛飞出去哦，我以为是小鸟。我在一月初的时候吧，看到有人拍到它的交配。我那时候太冷，而且假日都天气不好。啊，母鸟飞走了，骑车。左边这是公鸟，现在右边这只是母鸟吧？右边好像体型比较大一点，这是看不太出来。啊，飞走了，飞走了。哦，他应该要回去老位置，让他等他来吧。我不太好移动位置。啊啊，完蛋！没拍到。没拍到，没拍到。我看现在几分了，大概半个小时。我看一下上次交配的事。还要做记录？没有没有，我就再顾一下，要等多久啊？3:50的时候，大概25分钟吧。再等一次看看好了。我现在看，现在这只母鸟看起来体型就有胖了。啊，那是那个羽毛松开了。对啊。哎，好可惜，拍错了。对啊。是不是有下雨啊？有，刚好飘雨。有雨滴了。哦，下雨了。等不到它第三次，要回家了，都淋湿了，脚架还没来不及收，现在也没办法收，然后相机也淋湿了。明天好天气再来吧。